听听看纳公主的不在场证明。当天晚上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但是你可以平复一下你的心情。他没有很难，我没觉得他很难过。你敢当天晚上六点的时候，我跟爸爸哥哥还有那两位朋友一起吃饭，爸爸说十点的时候会公布一件大事情。七点我跟他见了面之后就在房间里休息。有人证明你在房间吗？我跟他在房间聊，聊到几点？聊到我忘了。正点啊，聊到七点半你就。你们是用语言在聊，还是用肢体语言？手语。手语。手语。啊，用语言在聊。好，少爷，你在哪里？吃完饭七点，我就有到人鱼寺，因为我妈妈去世了。所以我就有去找他说话，说了一阵子。你什么时候离开人鱼寺的？一个多钟头我就离开了。然后你去哪里？就是喝酒、画画、想妈妈。所以现在你就胡编乱造想爸爸。你在走的时候遇到任何人吗？没有，我就在喝酒、画画、想妈妈。你是因为在海边长大，所以头发一直这么乱吗？因为海风有点咸，所以会有点油油的感觉。其实我是个文艺青年。哦，你不要看我这样子。文艺在哪？我穿拖鞋。你是不是？